就是每隔一段时间呢，自己制造一次分裂，一分裂之后呢，清洗一下，清洗下之后呢，然后再往前走。譬如说，这个刘邓就是很好的例子，刘少奇跟邓小平，在这个六一年、62年接手下来搞"三自一包"政策，后来的文革当中不就斗个半死吗？然后林彪当时不是毛泽东靠着他当做这个枪杆子，然后去发动文化大革命吗？71年、72年呢，也就整下去了。然后再譬如说，我们过去这个经常提到的，像胡耀邦跟赵紫阳，这些呢，原来是这个很努力的这个改革派人士，在这个党的改革上面，在政治改革上面，在经济改革上面都出了很大的力气，就先后呢中箭落马。那么也就是说呢，在中共执政一段时间之后，基本上达到了他们所说的党内无派、党外无党的地步。那么中共这样一统天下呢，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呢，就叫一元化了，或者现在也还这样讲，叫做权力高度集中。他们对这种一元化的现象，或对这种权力高度集中现象呢，他们自己觉得很好，他们很满意。那么这种现象呢，有它的好处啊。如果说这个党走的方向是正确的，他采取的政策各方面是对头的话呢，那又团结，力量又大，那么国家当然蒸蒸日上。但反过来说呢，它可能可以产生非常大的坏处。这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如果没有一个监督的力量，没有一个制衡力量呢，它可能出纰漏。那么我们现在来看看这种一党专政，这种一元化之后的一党专政，它会带来哪些坏处？我们现在看见第一个坏处呢，就是多数暴力，那至少呢会造成一个一言堂的现象。在民主国家里面呢，当然也会有多数跟少数。但是少数是尊重多数，少数是服从多数，多数呢是尊重少数。那么尊重到一定程度，就是我不但尊重你，我容许你的存在，而且我还鼓励你的存在。所以最后导致结果呢，就是多元化。我们过去在别的节目里也谈过，我们说这个多元化呢，表现在文化上面，表现在语言上面，表现在生活上面，甚至呢把它落实到教育上面，让大家去多元。但中国不是这样，中国长期以来呢是要求一致。对不同的，然后他获得歧视呢，甚至去打击，所以最后哪些人变成少数派的时候，他下场非常惨。那他常常是残酷打击。那么这个少数呢，可以是党内的少数，可以是国内的少数，可以是少数民族。落实到今天呢，甚至可以是港澳台都会变成少数。这种现象在中国历史上呢，当然有过，可是中共呢，把它变本加厉。中共常常对这种少数或者不同呢看待跟歧视呢是非常非常严重的，所以一下手打击的常常是残酷打击。这个从我们过去数的这历次政治运动当中呢都看得很清楚。改革开放以后呢，稍微可以容忍这些不一样的东西了，但是对这种不同或少数呢仍然非常在意。那么这种在意呢，特别表现在政治问题上面。比如，如果说问题严重一点，就讲说你反党。我们就用最简单的话来说，今天大陆出来人，我冷不防说，哎，你这话反党，他立刻会吓得跳起来，他全身就绷紧了。可这话如果在别的社会里面讲出来，大家说反党反党，那又怎么样嘛？对不对？这是很明显，所以我们就讲说党文化，党文化，这就是很好的例子。那么再来就说你不爱国，或者说你是帝国主义走狗。那不管怎么样的话，那如果一个人被骂说反党、不爱国、帝国主义，那很严重了。那我想请问一下，那对于这上百万的从大陆移出去、移民到外国、移民到美加、澳纽这些社会这些人，他不是更加反党，不是更加不爱国吗？所以这个问题我们要怎么看呢？好，那么这个问题呢，我们先谈到这里，休息一会儿，等一下回来呢，我们再接着谈谈后面的部分。好，各位朋友，欢迎大家回到中原大地，世纪回眸的现场。我们现在接着谈谈呢，一党专政有些什么缺点。那么第二个缺点呢，就是它非常可能去压制真理呢，而且错了自己还不知道。譬如我们就说一个最明显的这个反右派运动吧，我们回头看看右派言论里面有不少呢，其实是对的，当时其实讲得很轻了。譬如说这个轮流坐庄的问题，其实呢就是轮替执政嘛。也就是公平选举，然后大家有上有下，这个想法今天看看其实是对的啊。那么再譬如说彭德怀，我们过去提过，
他在庐山上的讲话，他在大跃进呢所出的一些问题所做的提醒。很多人说呢，他当时是反党，是反对大跃进，不是的。你认真看看，他当时甚至还严格说起来不算是批评大跃进，更不要说反对了，他只是提醒罢了。他的话很多呢也是对的。然后再来，我们过去谈过的就是中国到底应不应该走资本主义的问题，现在看见也是对的了。那否则改革开放在做什么呢？那我们再往前走，现在我们提出来说，中国其实应该要放弃一党专政，应该要铲除一党专政，应该民主化。很多人认为说我们是洪水猛兽，我们还更甚至进一步讲说中国应该去追求，应该促进和平演变，大家觉得是荒唐的。汲取过去教训的话，我们回头看看，说不定哪天这些话呢可能都是对的。而且呢，横出这个国际局势的发展，国际潮流的发展，我们认为民主化跟铲除一党专政，走上和平演变，反而应该是对等啊。所以这是第二个问题，也就是如果一党专政的话呢，它可能会压制真理，而且错了还不知道。第三个缺点，第三个坏处就是一党专政过了头呢，他会太爱面子，而且错了之后呢，他就算明明知道错了还改不过来。譬如说我们在大陆上就经常看到这种情况，因为太爱面子呢，就去维护领导的面子，维护领导的权威，见到错了呢不去讲，那么也不敢讲。那为什么不敢讲呢？因为中国共产党很狠的啦，大家都知道整肃打人和常常是残酷打击，而且话都很狠的，给你踏上千万脚，叫你永世不得翻身。国民党时候讲人都没这么讲话，共产党讲话讲到这么狠了，所以我常常讲，我说这是邪恶的党文化造成的结果。就现在大陆的朋友很多时候呢，在打击不同意见呢，常常出现这种现象。那么在过去呢，我们可以看到，如果说这些反对的人，反对共产党人，每次被共产党的时候都残酷打击，而且都不敢讲话的话，到最后共产党的错谁敢提出来？就算提出来，共产党知道，他怎么会随意去改？不会随便去改的。所以一党专政是不错则已，一错呢常常是一大片，大跃进就是这个样子嘛。所以我们在过去几集讲到说，中国大陆犯的错误，为什么大跃进这种惨绝人类的这种大错误会这样子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呢？为什么一下会死个好几千万人，而这政策到很后面才会扭转过来，不是一下扭转过来呢？就是这样子嘛，残酷打击嘛，然后碰到真理他不敢去面对，那么改的比较慢的时候呢，付出的代价就高啊。文化大革命难道不是这样吗？大家难道觉得说学生斗老师，学生打老师是对的吗？儿子斗父母是对的吗？夫妻反目去相斗是对的吗？今天回头看都是错的，可是当时大家觉得说这样才是对的，可是谁敢讲话？那么也就是说，知错难改，这就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好了，四人帮手也是这样子了，非得要搞个宫廷政变，搞到几乎要流血了才能铲除。那么现在活生生一个例子摆在面前，镇压法轮功的问题，很多人都晓得法轮功是好的，是对的，法轮功是追求真善人的，是不应该镇压，不应该打击的。可是江泽民一声令下，这么一打击呢，打击六七年。那大家晓得说错了，能不能改？胡锦涛上来也都两三年了，也都还没改啊。所以这是第三个错误。第四个错误就是，如果一党专政到一定程度呢，很容易滥权，很容易腐化，很容易造成民怨，很容易造成社会动乱。我们就拿最近的这些事情来说吧，中共官方自己都讲了，像这种很大规模的人民跟这个官方的冲突，十年前呢，一年不到一万件，到2003年的时候呢，一年到达58000件，2004年的时候到74000件，到2005年的时候到达87000件，平均每天是240件左右。240件的重大冲突，这充分代表的是社会不和谐跟社会动乱，现在只是没有连成一片而已，连成一片呢，陈胜吴广早就出来了。那么到这个时候，我们会可以很清楚的看见，一党专政呢，的确会对人类的社会，对中国的社会带来很大的祸害。当然今天很多人会辩护，哎，你国民党不也就搞一党专政吗？你国民党迁到台湾之后不仍然搞威权吗？不还是能发展经济吗？不完全是这样子的。第一，两蒋时代呢，
不管是蒋介石还是蒋经国时代呢，个人非常清廉，法律是比较严苛，但官员相对来说也比较清廉。在经济领域呢是比较放松的，是鼓励人民去发展的，人民不可以碰政治，但经济发展不错。那可能大家就说，哎，那我们现在学新加坡，走新加坡的道路。对，新加坡是比较威权，新加坡呢像两蒋，新加坡的这个高层领导人呢，他们相对比较清廉。新加坡超过两蒋时代的这个政治呢，可能还有一个特色，它的法律呢、法治呢可能更加严明一些。所以这么一来，官员清廉，法律这个比较严明，那么对老百姓来说是一件好事情。可是中国大陆呢不是这样子的。我们先看看这个台湾跟新加坡的发展。台湾的这种威权政治到最后呢还是必须民主化。新加坡的威权政治我们判断一段时间之后也要民主化。所以中共现在拿过去的国民党现在的新加坡当作例子呢，其实不能帮自己辩护。为什么呢？他的官员不清廉。他的官员贪财贪色的这情况呢，远远严重过我们所了解的，或者说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东西。第二，中国大陆的法律呢是非常不进步，非常混乱的，而且现在的运作方式呢在制造特权，它也在制造民怨，也在制造社会冲突，这就是刚才那统计数据的由来。所以我们现在算来算去，一党专政绝对不是一条好路子。好的路子呢，我们再重申一下，是追求和平演变。那么现在追求和平演变最简单的办法，我们已经说过了，就是大家去退党嘛，退出中国共产党，退出共青团，这样才能慢慢的和平演变。那么这些部分呢，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论据，我们将来有机会呢再跟大家详谈。今天节目呢到这边结束，谢谢大家收看。